弟兄们可以看见吗？可以。可以哈。哦，太小。啊，太小。对。我重新 share 一下啊，那。嗯。Oh, Lord Jesus, Amen. I'll share screen. 可以吗？可以看见哈。可以，可以。Amen，是，感谢主。Amen。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第11周，我们一同来宣告一下这个主题，好不好？Amen。终极极完完全成的神神，与重重生生信生徒信之徒神之人神而人信的二合性并，的合并基并督为以父父用为神圣父的的荣荣耀耀所的荣荣耀耀的荣结耀的果。荣耀的结阿门。果。Amen，是好。这周讲到是神人二性的合并，乃是终极完成的神和重生信徒，这神人二性的合并。这个合并是一个结果，乃是基督被荣耀的结果。他是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神人二性的合并。是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再宣告一次哈，终极地完完成成的的神神人与重重生生信信徒之徒之神神人人恶性性的的合合并，并，合并基以督为为父父为用父神用圣神的圣荣善耀能所大荣和耀的荣结耀果。的结果。Amen，是，这实在是哈，这个真理实在是在是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所能领会的。在一对，开始，弟兄是。有一段非常鼓励的话，Amen，是叫我们对着执事的话语准确中性，并且是我们有一个向主要的心，如同那个瞎子对着主耶稣说：“我要看见。”明白？是我们向主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求主这话让我们看见。明白？这些弟兄们自己也是很好的榜样，经过20多年来，他们一直的在这话上忠心的耕耘、劳苦，自己的咀嚼、经历、享受，并且拿来供应我们这些主啊，是供应圣徒。明白是这话在我们里面也就越来越透亮，所以感谢赞美主。明白是神圣奥秘的真理要成为我们的实际。在这里哈，讲到这个合并呢，有五个大点。我们这五个大点里面，第一呢，它是讲到神的心意。明白是神在宇宙中只要一件事，就是要这个宇宙的合并，是他自己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信徒的合并。这个合并是如何来达到的呢？乃是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是他经过死而复活，明白是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所以把他神性的荣耀连同他神圣的生命得以释放出来，明白是这个就把我们带进了与神的合并里，明白这是如何来达到这个合并。而这个合并呢，有三方面的结果，明白是。基督得荣耀，就是他的复活，有三方面的结果，是一切神所拣选并重生的人与他自己成为父的家、子的葡萄树和那灵的孩子。好，然后呢，在第四个大点里头讲到说，我们如何来经历这个合并，如何活在这个合并的实际里，明白是？就是讲到了这些的方面，弟兄们会详细的交通。第四个是应用，那个第五个呢是。新耶路撒冷乃是这个合并的终极完成，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并融化这三部分召会的终极合并。所以第五是终极完成。所以啊，再回到这个纲要上，第一是神永远的心意，第二是神为着这永远的心意所达到的这个路，基督得荣耀；第三是我们这个基督得荣耀。明白，是我们合并的三一神里面所产生的三个结果。第四是我们如何来经历、来应用，明白是这个合并，活在这个合并的实际里。第五乃是这个合并的终极完成。好，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把这五个大点呢，我们来宣告一次，好不好？明白是第一。我们必须我看只见是看见地在宇这宙个主宙要一件事儿，中，就是神自就己这是终极就完是成他神与重终生极完信成的神的与宇重宙生的信主的合宇并。宙合并。阿门，是好。第二个大点，
明白，基督神，基督基督神荣耀的释放，乃是他经过死而在复活里为父的荣耀所荣耀，让神性的荣耀连同他神性的生命得以释放出来，乃是把我丢在地上。明白是好。第三，明白是。基督的基督的荣耀，也就是复活、七级活的一切神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与他自己之合并的三方面：父的家、葡萄树、那里的孩子。你们是好，第四个大点。住在基督住在基督里面，他为我们的居所，并让他住在我们里面，以我们为他的居所，乃是活在在经过过程并中间的神之三一神，与我救赎并重生之信徒所做合并的实际里。Amen， 是感谢主。第五。新耶路撒冷乃是经过过程并中间完成三一神与重生圣殿更新而成，并融化诸三部分召会的终极合并。终极合并，阿门。是，赞美主。明白是。好，弟兄姊妹们，在本篇信息之后哈，我们真是对这个神人二性的宇宙合并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并且在主面前寻求学习如何来经历这个合并，如何活在这个合并互助的实际里。好，在这个第一个点我们必须看见，好，神在宇宙中只要一件事，就是他自己这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信徒的宇宙合并。在这里有几处的经节，好，我们在宣告这个前面四处，好，弟兄一处，约翰福音14章10节，好吧，我们去弟兄们宣告这一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姊妹们宣告第二处。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若不然，也当因我所做的事而信。明白是，弟兄们，14章20节，到那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好。姊妹们，17章21节，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猜了我来。人们是感谢主。好，这里面哈反复的说在里面，在里面，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最多的字眼。这个哈是一个互助的关系。好，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啊，可以用三个词来描写，描写连接这个连接、调和与合并，是这三个词来描述。这个连接呢，是关系到我们与主在生命上的一；调和呢，是我们与神圣性情和属人的性情有关，是神与人的性情的调和；合并呢，是人为的彼此内助。也就是互相内在。好，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连结哈，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深刻的印象的。只举一处的经节啊，有很多。好，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明白是？我们与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连结。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住在主里面的，主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当然是不能离开葡萄树。我们与主有一个生命的连结，那这个性情的调和呢，明显的是在彼得后书1章4节，借着荣耀和美德，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明白是神圣的性情与属人的性情，明白是就是这个在这个性情上有一个调和，神的性情调到我们里面，属人的性情被拔高。明白是感谢赞美主。这两个呢我们还能够这个领会，但是合并这个词哈，它完全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要这个下面现在讲的都是这个合并，明白是人为彼此内助
互相内在。在我们物质的范围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两个人人为彼此内住，互相内在，这完全必须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的一件事情，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信息，进入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不是用我们物质的头脑去领会的，我们实在是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进到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个关于这个合并，人位的合并，实际上神圣三一的三者，也就是父子灵，在其所事和所作上从永远就是一个合并。所以三一神自己就是一个合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这个父明白是子灵，这个三一神的三者，他们在他的所事上他们是一个，他们在所作上他们也是一个。好，我们啊就在这个进入到下面的神圣三一的三者，借着互相内在而成为一个合并，明白是这个在这个经节哈，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说，我在父里面，就是子主耶稣，子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好，下面紧接着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主耶稣又把这个再强调了一遍。所以哈，这个是子同着父，乃是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明白是。而当那个到了那个后面的时候呢，他们又一同在那灵里面进到圣徒里。所以哈，神圣的三一是乃是借着互相的内在成为一个合并，三一神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合并。他们的这个合并，第一是在他们的互相的内在上，在他们的所事上啊。第二个呢，是在他们借着在一起的形式，神圣三一的三者借着在一起是一的形式而成为一个合并，明白是？这三者的合并好，是一起在一里的做事，明白是？这个主耶稣自己说，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明白是？你们当因我所做的事而信，明白是？这就是指明子在地上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乃是父在他里面行事，父在他里面说话，这个就是互相内在而在一里行事，明白是？所以他们神圣三一的三者，在其所事和所作上，从永远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合并。而特别讲到说，借着在一起是一的形式，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很重要的点，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指明的，这宇宙的神圣合并，就是神圣三一的三者在永远里举行了一个会议，同意差遣神圣三一的第二者进到时间里成为人，以完成神的经纶。好，我们一同来这个把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宣告一次。他既按着神的定义先见被交给人，我们就借着不服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Amen， 是特别好，这里讲到这个定义这个词 Council，Amen， 是 Council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呢一些人一起开一个会做一个决定，Amen， 是。那么就是三一神，神圣三一的三者，他在永远里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打引号的开了一个会，就是做了一个决定，是差遣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子进到时间里成为人，明白是？他就亲自的成为一个人来完成神的经纶，明白是？这是宇宙间最重大的事件啊，这个就是用弥迦书五章二节所表明的啊，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出，在以色列中做掌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是感谢主哈，我们的主他的诞生就是这样的被预言，乃是三一神神圣三一的三者在永远里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的结果，他就在时间里成为人来为着完成神的经纶。这个就是强烈的指明了神圣的三一乃是在一里一同的形式，这表明他们就是一个合并。在这个成为肉体以前，明白是在这个事件，这就像一个分水岭一样，
在这个之前，就是我们的主在时间里成为人，就是在这里弥迦书所预言的，明白，是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所表明的，主耶稣在时间里成为人，这好像是一个分水岭。在主成为肉体以前，这宇宙的合并呢包括三方，然后明白，就是在这个之后，明白，是神成为人之后哈，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将这宇宙的合并带进人性里，也就是父子灵这三方面的合并被第二者子带进了人性里，带进了我们里面，明白，是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到两处的经节哈，我们再重复，就是说主在这里一再的重复，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然后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然，也当因我所做的事而信。所以啊，这一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明白，是这个合并哈，宇宙的合并，在这个之前是父子灵，在这个之后，这个合并就被带进了人性里，明白，是所以在第五个终点里说到，神圣三一的三者在已过的永远里已经合并了，这合并进到时间里，为要把一切他所拣选的人合并到他的合并里，使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的信徒成为一个神人二性的大宇宙的大合并，明白，是所以是神人二性宇宙的大合并，这个大合并有神也有人，神圣三一的三者的这个合并在已过的永远里就已经有了，但是在时间里借着子，借着这个三一神的这个神圣三一的第二者，明白，是来成为人，就把这个神性带到了他一切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也把这个合并带到了这个人里面，他所拣选的人里面，最终帮他所拣选的人合并到这个终极完成的神里，明白，是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的信徒就成为这样一个宇宙的大合并，神人二性的宇宙的大合并。好，在这个第六个终点里哈，接着说的是约翰十四章二十节启示，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在基督的复活里成了一个合并，这个合并是如何的完成呢？乃是借着基督的复活。约翰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那日就是子复活的那日，明白，是我在我父里面，这是子与父合并为一，你们在我里面，明白，是重生的信徒合并到子里，也在子里合并到父里，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三个在里面哈，在父里的子合并到重生的信徒里面，所以子在父里面，我们在子里面，子也在我们里面，明白，是我们就被合并到三一神这个神圣的合并里，明白，是在这里面讲到说实际之灵在里面，十七节的实际之灵在里面，也就是十七约翰福音十七节十四章十七节，实际的灵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明白，是这个哈，这个是三二十节这个三个在里面的总和，所有的这些在里面的总和都是在这个实际的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包括在这里。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三个在里面啊，里面是弟兄姊妹们，这神圣三一的合并就和把我们也合并进去，但是这个合并要经过一条路，你们前面讲到了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我们的主在这个永远的定义里，明白，是来这个亲自的来成为一个人，明白，是在这个合并啊，就是要基督借着神性之荣耀的释放，是他的经过死啊，乃是他经过死而在复活里为复用神圣所荣耀的结果，他神性的荣耀连同他神圣的生命得以释放出来，乃是把火丢在地上。好，这引用的经节我们在下面的终点会讲到，基督的神性荣耀的释放，明白，是就把我们带进到这个合并里，明白，是主这个三一神的第二者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明白，是他亲自来成为一个人，这个时候啊，他在地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
基督神性的荣耀原是藏在他里面，如同藏在一粒麦种之内。他借着成为肉体所穿上的人性，成了遮藏他神性之荣耀，连同他神圣生命的外壳。这个人性就像这个麦种的这个壳，明白，是他神性的荣耀，他神圣的生命，就像麦种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明白，是他这些都藏在这个壳里，藏在人性里，他成为肉体所穿上的。在约翰福音12章22-23节，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主耶稣一连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明白，是他在人群当中他的这个威望达到了最高。所以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那个众人门徒都有个误会，以为他要登高做王了，实际上他乃是要降卑了，并且是降卑到极致。下面他接着说，这才是他的得荣耀。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明白，是他的得荣耀乃是他这一粒神圣的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明白，是来结出许多的子粒。所以主在受困迫，第二个终点，主在受困迫和拘禁，渴望受死的禁，好借着他人性的外壳破裂，使他神性的荣耀连同他神圣的生命得以释放出来。好，主是渴望有这个受死的禁。他在路加福音12章49和50节，他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着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我有当受的禁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主所困迫的是他里面这个神圣的生命，神性的荣耀要冲破这个人性的体壳，要释放出来。所以在这个第二终点第一个小点，他是那独一的麦种，含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荣耀。当他人性的外壳借着他的钉十字架而破裂时，他神性的一切元素，他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荣耀同时就释放出来。第二个小点，他无限无量的神圣圣所，是连同他神圣的生命，是他无限无量的神圣所是连同他神圣的生命，借着他肉体的死释放出来之后，就在复活里成了属灵信徒，信徒属灵生命的冲击力。好，感谢主。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火乃是这个属灵的冲击力，里面是这个生命的冲击力，里面是他的神圣所是连同他的神圣生命释放出来，在我们里面就成了这个火，里面使我们不顾一切来爱主，使我们不顾一切来走主的道路。主乃释放的是把这个火丢在地上，丢在我们里面，里面是。好，第三个重点，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乃是他经过死而在复活里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祷告，求父荣耀他，父也答应了他的祷告。所以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乃是他的经过死而复活。约翰福音17章1节，耶稣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明白，是这个是主向着父的祷告，是愿主荣耀，愿父荣耀你的儿子，荣耀主，使儿子也荣耀你。这就是主在父祷告经过这个死而复活所得的神圣的荣耀。好，这个第四个终点，这样的得荣耀把基督从他成肉体的时期迁入到他总括的时期。在这总括的时期中，他这末后的亚当在复活里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这个联系到前面所说基督丰满执事的三个时期，第二个总括的时期，明白，是末后的亚当就成了赐生命的灵，乃是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明白，是借着死而复活他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好，第五个终点哈，我们一起来宣告哈，基督借着在复活里的荣耀，成了神的长子，先有神性和人性，他也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那赐灵的基督。
并且他重生了他的众信徒，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的种类。哎，是好，这就联系到前面说的这个，我们有这个神圣的权利，明白？是一个，就是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乃是神的种类。这完全是借着基督在复活里得荣耀，成为神的长子，更成为赐生命的灵来重生我们所达到的。好，限于时间哈，这有许多的经节，我们就就略过了。好，好，这个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明白是这个神圣的合并，三一神的神圣的合并就被带进了我们里面。好，这个呢产生了一个结果，基督得荣耀，也就是他的复活，产生了三个结果。其结果乃是一切神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与他自己合并的三方面，父的家、子的葡萄树和那灵的孩子。好，第一是父的家，明白？这重生，这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信徒在复活里之合并的第一个方面，乃是由殿所预表的父的家，明白？是主哈，是说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啊，是我去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这实在我们不能在物质的范围里面领会。父的家是什么？父的家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与蒙他救赎重生并变化的选民所构成的一个神圣且属人的合并。所以父的家乃是这样一个神圣的合并，并且是属人的合并，因为蒙他救赎并这个变化的选民也在其中。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由他的灵所重生而有了他的生命，并为神赐生命的灵所变化而有了神圣的元素，都是父家里的住处，明白？是个父的家，神是要住在我们里面，是要住在这个合并里，明白？是乃是神与人这样的一个合并，我们在这个合并当中都是父家的住处。这父的家乃是借着父和子同着内住于蒙救赎之选民的纳灵，不断的眷临蒙救赎的选民而得以建造起来，成为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他所救赎之选民相互的居所，明白？是，所以啊，我们是与父这个神在我们里面是不断的眷临，不断的将我们建造起来，我们就被建造，明白？是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他所救赎之选民相互的居所，明白？是感谢赞美主，这个是乃是父的家真正的意义。好，下面呢就说到子这真葡萄树，我们被接枝在这真葡萄树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被纳灵所重生，明白？是重生信徒在复活的灵里面是纳灵的新孩子，就是这三个方面。好，这就是下面的弟兄来接着交通，感谢主。Amen。 好，谢谢吴弟兄，那我再分享一下我的荧幕。好，弟兄姊妹们，这篇信息实在非常的丰富，那我再重复一下，帮大家再把这篇信息再来顺一下。那这一篇信息的标题呢，我们看到它是有两个部分，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信徒之神人二性的合并啊。你第一部分讲到这个神人的合并，那后面呢这个破折号就是来解释这样的合并乃是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那这一篇信息呢一共五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解释第一标题的前半部分，讲到这个合并究竟是什么那第二个大点呢，我们就看到它是解释这个标题的后半部分，讲到了这个基督为这个父的这个荣耀所来释放这样子，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基督的复活。到了第三个终点大点呢，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得荣耀就是他的复活，那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到结果就是这三个方面合并的三方面，父的家、子的葡萄树和纳灵的孩子到了第四个大点呢，我们看到这就是在应用这一面给我们看到什么样才能够实际的经历这样一个合并呢乃是给我们看到这个让一个彼此的内住，让他为我们的居所，并且让他呢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到了第五个大点就看到这是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终极的一个合并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啊，一些中这些关键的经节，好不好？我们再回到前面，看到这个第一个大点讲到这个合并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之前讲到了这个连结啊，生命的连结，性情上的调和啊，这些都有这个图画给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但是这个合并呢，实在非常难用一个图画来给我们表明。但是我们有这个经节可以告诉我们合并究竟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14章10节是个非常关键的经节，这边讲到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边啊，我们看到神圣三一这边就是一个互相内住的一个关系。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子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从子自己说的，乃是住在啊子里边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从这一节我们就看到，在所事和所做两方面啊，所事和所做两方面，这个神圣三一从永远就是一个合并啊，这就是这一个啊这个终点里面所讲到，所事和所做上永远就是一个合并，这就是14章10节给我们启示。那如果我们再结合14章20节呢，我们看到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们看到从永远三一神它就是一个合并，但是在时间里面呢，这样一个合并被扩大了，扩大了使到所有啊这个信徒都能进到这个神人合并的里面。那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那日啊，在那日指的就是基督的复活。所以呢，从结合这两点，我们看到这个啊神圣三一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合并。那在那日呢，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也被带到了神人合并里边。所以从这样子就从第一个大点引到了第二个大点啊。第二个大点就是来讲这个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就是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我们怎么能看出来这个荣耀的释放就是指的基督的复活呢？我们结合路加福音啊24章26节以及约翰福音12章23节就可以看出来，这边讲到基督受这些害指的是基督要上十字架，就进入他的荣耀指的就是他的复活。这边讲到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指的就是他的复活。从这边我们看到啊，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指的就是啊他的复活啊。这边这个一粒麦子的经节我们也十分的熟悉。那路加福音特别讲到要把火丢在地上，这个火丢在地上，这个火指的就是那个属灵的啊那个生命力，那样一个冲击力。但是啊，因着这个主在地上这个肉身的这个限制，所以他说啊，我有当受的境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因着这样一个肉身的限制，他里边那个神圣的荣耀神圣的生命没有办法释放出来，但是借着他的复活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个荣耀啊，就释放了出来。所以第二个大点给我们看到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也就是讲到他的复活。好，到了第三个大点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得荣耀这样一个复活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三方面合并的三方面，父的家，子的葡萄树，那灵的孩子，这分别是在约翰福音14、15和16章。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关键的经节啊，父的家这一面呢，我们看一下结合约翰福音14章2节和23节，我们就看到这个父家这边是指的什么意思。这边讲到在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啊，有许多的住处啊，这边是主要来预备地方。到了23节呢啊，主耶稣这边有讲到啊，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啊。这边就我们看到这个住处啊，其实就是看到合并里边的一个关键，就是讲到一个彼此内住。这边讲到要安排同他安排住处，其实含示的就是一个互相内在彼此内住，讲到了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居所，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彰显。这边呢就可以给我们看到父的家就是合并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啊。那合并的第二个方面呢，乃是子的真葡萄树。那这边呢我们看这个重点经节啊，在15章里边我就举一个例子，15章5节讲到啊，我们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并且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边就直接的给我们指出来啊，指的葡萄树这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合并里边所讲到的互相内住，这边就是互相内住。并且啊，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
所以这边有看到所事和所作这两方面啊，我们看到合并的所事和所作两方面就是互相内助，并且能够在一理啊行事，在一理行事。这边看到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后面也讲到结果子的事。所以啊，在这个在一里边这样一形式，在所事这个形式上面也是一啊。这边讲到合并，所以我们看到对子的葡萄树这个的经历，就是这个复活之合并的第二个方面啊。第个三个方面呢，就是讲到纳灵的新孩子啊。这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关键经节啊，16章21节，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这边的妇人呢、啊，指的是啊主的门徒。那生了时候呢，就欢喜，因为啊世上生了一个人啊。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一节与以弗所书2章15节这边看到，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律法，好把两下在他里边自己里边创造成一个新人。啊，这我们看到这一个新人就是约翰福音里边所指的纳灵的啊这个新孩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经历这一个新人，当我们穿上这个新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历到纳灵的孩子这一面，也就是经历到这个神人合并的这个第三个方面。好，这就是前面三个大点。好了，到了第四个大点，这也是这一篇信息至关重要的这个大点啊。这个大点呢，也是这一篇这一个系列信息的啊其中一个啊这个啊纲目啊这个纲目。好，然后我们一起把第四个大点来读一下。住在基督里面，以他为我们的居所，并让他住在我们里面，以我们为他的居所，乃是活在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蒙救赎并得重生之信徒受合并的洗礼。Amen。 对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这些信息的标语哈，第三个标语就是这个第四个大点啊，第三个标语。那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终点，我们弟兄和姊妹，我们啊轮流来宣告一下。第一个终点，请弟兄们啊，住在基督里面，好使他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过生活，以他做我们的一切，以他为我们的居所，我们永远的居所，乃是对基督最高最完满的经历。Amen。 好，第二个终点，我们请姊妹们啊，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使他永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着爱他。好，这个一共有三个终点，那第三个终点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住在基督里，使他永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着接触我们身外圣经常识的话，以及我们里面实实的话，就是纳灵。Amen。 好，那第四个大点呢，就是联系到我们经历，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活在这样一个合并的这个实际里边呢？啊，如何能够经历到这样一个神人的合并呢？那这个第一个终点就给我们到这样一个秘诀了。这个秘诀就是能够住在基督里边，好使他住在我们里边啊，就是一个彼此内住。我们要来经历这样的合并，就是先来经历这样一个彼此的内住啊。我们住在基督里边，基督是我们的住处，是我们的住处。那我们呢，也能够成为这个基督的啊，在我们里边的居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啊，诗篇里边啊，就有这样一个祷告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这实在是让我们每天都可以来这样的经历。甚至在这个诗篇90篇里边呢，诗人也要感叹到，这人一生的年日啊，只有70岁啊。那这边有一个注解就非常的宝贝，他说到，我们啊，若以神为我们的居所，就会领悟到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实在是短暂的，而且是满有罪和苦难。所以我们必须要住在神里面，每时每刻活在他里面，因为在他里外啊，只有罪和苦难啊。这就是这个诗人在这个九十篇里边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他看见啊，他的年日只有这样一个70岁，并且是满有苦难的时候呢，他就是求主啊，给他有这样一个智慧的心，并且啊，能够每早晨啊，我们每早晨都可以来保得他的慈爱，好叫我们呢、啊、一生
欢呼喜乐啊，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啊，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好，彼此的内住，而且这个顺序也非常的啊，非常的重要。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好，那第二终点和第三个终点呢，就进一步给我们看到如何的能够来住，如何能够有这样一个彼此内住呢？第二终点和第三终点给了我们两个非常好的啊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实行，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爱，这个第二个终点特别强调这个爱啊，爱。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记得刚才20节的时候特别讲到了，借着这个主的复活到那日啊，这样子就有一个彼此内住的一个情形了，就是啊，我们能够住在主里边，主也住在我们里边，这样一个神人二性有一个扩大的啊这样一个合并。那到了21节，立刻就讲到爱这件事情啊，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如何能够住在主里边呢？首先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爱他啊，所以这边也特别讲到主的恢复啊，乃是恢复爱主耶稣。那小点呢，我帮大家来读过好了。借着用上好的爱来爱主，我们就在一切事上让他来居首位，并且我们就合并到三一神里边成为他的居所。所以爱是这样一个条件呢，借着爱我们就可以合并到三一神里边。当我们爱主耶稣的时候，他就亲自向我们显现，父就与他同来，同我们安排住处，做我们的享受。这住处是互相的住处，在其中三一神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也住在他们里面。当我们与主有这样爱的关系的时候啊，父就甚至与他同来，同我们一同安排住处，能够成为我们的享受。这样子啊，借着爱主，我们就实际的经历到互为居所啊。我们越爱主，就越有他的同在，我们越在他的同在里，就越享受他之于我们的一切所事。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爱主耶稣，所以愿我们呢，我们的这个爱能够得到恢复，借着的爱主啊，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的啊，互相的内住啊。那第三个终点呢，给了我们第二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啊，就是要来接触哈。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我们刚才这个讲到爱，那第三个终点这边讲到我们要接触，那接触什么呢？特别是要讲到接触主的话，接触主的话。那这边呢，我们看几个重要经节，主耶稣这边讲到，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主对我们说的这个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说明什么？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接触我们里面那灵啊，接触那灵啊，来享受主的话，来接触主的话。那主的话呢，又分为有两种。啊，一种叫这个常识的话，一种叫这种及时的或者活的话啊。那这个希腊语呢 分成两种，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那小点呢，我帮大家啊也来读一下哈。借着外面写出来的话，我们有这位奥秘之主的说明解释和发表，借着里面活的话，我们经历内住的基督，并有实际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若住在主常识并写出来的话里，他及时并活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啊，这实在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越读主的话啊，我们就越有这个活的话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活的话，在我们一天中的各样的情形啊就能够出来，成为我们及时的这个供应。所以啊，我们一年一遍的这个读经，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坚定持续的读这样一个啊，读这样的话啊，每天呢就能够经历到这个话成为我们的供应。这样我们就会往下扎根在那做我们土壤的基督里，并向上结果，使父得荣耀。我们住在主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啊，使我们在他里面说话，他也在我们里面说话，为将神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神里面。你看，借着这样的接触主的话，就得到一个我们啊，神能建造到我们里边，我们能建造神的里边啊，这就是主所要得着的这样一个互相内住。我们每早晨需要接触主的话，并让那灵摸着我们，借此被圣别，从自己就是我们老旧的住处迁出，进入三一神就是我们的新住处，从此就有三一神互相内在的一里面。那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老的住处，但是啊，神今天要得着是我们能够
彼此内住，住在哪里呢？啊，能够进到三一神里边，这是我们的新的住处。那这边呢，我特别点两个关键的经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以及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这边讲到八章三十一节讲到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住在我的话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看到这边有啊，这个这边的话乃是 logos 啊， logos 有他的常识的话。但是到十五章七节这边讲到，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这边呢就是那个 rhema， 就是我们常啊及时的话并活的话在我们里面。好，就是话的两方面啊。好，那这就是这个第四个大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第四个大点讲到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并活在这个合并的这个实际里。那关键点就是能够彼此的内住。那给到我们两个的帮助呢，就是第一个要爱他，第二个就是来接触他的话。好，好，这个就是第四个大点。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五个大点，我们一起来宣读一下第五个大点。西耶路撒冷乃是经过过程并重启完成的三一神，从生生别更新变化合成并融化于三融化是三部分的终极合并。好，那我们请弟兄们来宣读第一个终点。新耶路撒冷乃是耶路撒冷团体人团体人的团体伟大的神人的团体的人乃是一对夫妇经过三一神经过三部分人成为婚配，那就是那里与心腹连接成为一个实体。好，请姊妹们读第二个终点。人是三父子灵，是一个团体的人位。我们千千万万的信徒也是一个团体的人位，二者如今彼此内在。是第三个重点，请弟兄们啊。我们是神的墓，做他的居所，神是我们的殿，做我们的居所，神与人相互的住处。好，第四个重点，请姊妹们啊。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基中心是座位隐藏马拉的基督，合并到这神和百姓宇宙的合并，神与人无相的居所里的路，你的路乃是指基督这隐藏的马拉。Amen。好，那我们看到第五个大点呢，就是讲到这个终极完成的这一面。终极完成呢，就是这一个三一神与这个信徒的啊，这里边已经讲到了是三部分召会的终极合并。那我们看到第一个终点呢，讲到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团体人，在启示录二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灵在向众召会来说话，但是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的时候，大家看到。就是那灵和心腹说，就没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呢，从那灵向众召会说话，变成了众召会借着这一切的过程成了这样一个心腹。那灵和心腹说，这边就已经看出来这是一个团体人，这是那灵和心腹能够成为一个终极的合并。到启示录二十二章，这才是一个终极的合并啊。那这一个第三个终点呢，我也给大家提一下，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讲到合并啊，就是要互为居所。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两件事物，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帐幕，另一个就是这个啊神的殿啊，神的殿。那这个关键经节呢，就是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三节和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二十一章的三节讲到，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与人同在，他要与人同住。好，这边呢讲到神的帐幕，乃是说到我们之中能够成为神的居所，神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居所，神的帐幕乃是讲这一方面。到了二十二节呢，讲到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这个殿呢，乃是所有侍奉神之人所住的地方。说我们这些蒙神拣选啊，这些信徒呢，
最后啊，能够建造到这个殿里边，能够住在这个殿中。所以这个殿这方面乃是讲到神来做我们的居所，这就是这个第三终点的这一个发表。我们是神的帐幕来做他的居所，而神是我们的殿，做我们的居所。所以看到新耶路撒冷最终啊，就是一个神人互相的一个住处，这就是一个终极完成的终极的一个合并，终极的一个互相内住，就是借着这两个经节给我们启示的神的帐幕以及这一个啊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好，朋友们，那这个第四个终点这边讲到一个点，这个帐幕啊，神的帐幕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乃是作为隐藏的隐藏马拿的这个啊基督。好，那我们看到这边给了我们一条路，能够合并到神人二性宇宙合并啊这样一个互为居所的这样的个路呢，乃是吃基督这隐藏的马拿啊。因为我们看，我帮大家把这三个小点来读一下啊。基督作为隐藏的马拿，是在作为金冠的父神里面，父是在作为约柜的基督里边啊，父又在这个 约柜的基督里边，带着他的两种性情，神性和人性里。这基督作为内住的灵，活在我们重生的灵里面啊，做至圣所。你看这有至圣所的实际，这意思是父子在父里，父在子里，而子作为那灵乃是至圣所的实际。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啊这个终极的这样一个合并啊。我们不该连于世界，乃该借着吃基督做隐藏的马达而合并到新耶路撒冷里。我们吃它，就是在就在这伟大的合并里凭它活着。这合并今天就是基督团体的身体，至终要完成新耶路撒冷啊。第三个小点非常的好啊，这圣城耶路撒冷乃是神永远经纶的目标，独一的神至终扩大成为一座城，为他为着他永远的扩大和永远的彰显，就是一个神人二性啊伟大的宇宙合并啊。所以借着这个隐藏的马拿啊，在这个至圣所城做这个做这个新耶路撒冷神帐幕的这个中心啊，给我们看到我们乃是有这样一条路，能够吃这个隐藏的马拿，就能够进到啊这样一个啊终极的这个合并里面。好，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篇信息。第一个大点给我们看到这个合并究竟是什么啊，乃是这个啊这个所事所做里边啊，三一神他从永远就是合并，但是在时间里边啊，借着复活我们一同进到了这样一个合并里边。而第二个大点呢，我们看到借着这个基督的复活啊，他这个为啊的借着这个复基督这个复活，他为父神圣的荣耀所来荣耀啊。那到第三个大点呢，就讲到这个荣耀得荣耀的结果，就是父的家、子的葡萄树和那灵的孩子，这三方面呢都是这个合并啊，就让我们经历到这个合并。到第四个啊大点呢，就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住在基督里边，也让基督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彼此互为居所，就让我们能够实际的经历到这样一个合并。至终啊，到了第五个大点，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终极的合并。那这边呢，有几个经历的点啊，我们可刚才讲到，我们需要爱他啊，爱他就能够经历到彼此的内住。第二个就是接触他的话，接触他常识的话，也接触他及时的话，让他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啊，这也是能够经历到这样神人的合并。最后一个啊点呢，给我们看到要吃这个隐藏的马拿，吃这个隐藏的马拿就是这一条路。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啊，看有没有弟兄可以帮我们加强一下。Amen, 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进入这一篇信息。说到这个神人二性的合并，真的是真理非常的高。其实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神性与人性的合并，就是说到神与人这样一种最高、最神圣、最奥秘的一个关系。这一开始这篇信息就说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有生命的连结、性情的调和、人位的合并。而这个合并，首先呢是在三一神里面，而借着主从永远里出来，这个合并就被带进人性里。借着主耶稣的定死复活，我们所有人都身为神的儿子，在他的复活里，并且
指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在基督的复活里就成了这一个合并。而在他的复活里，主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将神圣的生命、神圣的荣耀能够释放出来。而借着基督在复活里得着荣耀，成为神的长子，并且呢，我们也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在基督的复活里成了这一个合并，乃是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而这样的合并其实就由这个第三大点说到这个三方面来描述，也就是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给我们看见。所以说到父的家、子的葡萄树和那灵的孩子，而这个合并呢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就是神家的建造、长大和扩增。我们在十四章看见这个父的家，说到这里呢有许多的住处，而在十五章这个葡萄树我们也看见它要多结果子，而这个果子呢其实就成为这个许多的枝子。我们看这个葡萄树，它其实这个枝子就构成这个葡萄树。而在十六章呢说到这个纳林的孩子，也就是这一个新人，乃是复活所得的这个许多的儿子。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合并所描述就是父的家、子的葡萄树和纳林的孩子，而这个合并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神家的建造和神家的这个扩增。而要经历的路呢，其实就是这篇信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这个第四大点，说到住、说到爱、说到我们需要有他的话。首先这里说到这个住啊，乃是一个互相的内住，我们住在他里面，以主为我们的住处，乃是对基督最高最完满的经历。而这个住呢，它是一个长久的停留，我们在主里面到底是这个以秒来计算，还是以分钟来计算，还是以小时来计算，我们现在恐怕呢都是习惯在这样快节奏的生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好像也就是这个食物在微波炉里面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说到的这个要乃是要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啊不是一会儿，不是一下，乃是一个长久的停留，我们乃是要与主有时时有这样亲密的交通，无论是在大事上还是在小事上，我们都是在他里面来过生活。这就是说到这个互相的内住。而第二点说到爱，乃是说到我们与三一神这个互相的爱，神爱我们，我们也同样我们也爱他，我们爱他，我们就让他在一切事上能够居首位，并且我们能够在一切事上能够享受他宝贝的同在，并且我们越倚靠他，我们其实就越摸到主的爱新鲜又甘甜，我们越经历他，我们也越摸到主的爱扩长又高深，我们在一切事上我们能够转向他，能够向他敞开，我们越爱他，我们也才越知道主是如此的爱我们。而这个第三个其实就说到话，我们在外面有圣经，有外面的话，就是神的呼出，而这个外面的话，圣经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里面的话，其实就是实际的主与我们同在，及时的对我们来说话。而这个里面的话，这里说到就是灵，就是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而我们什么时候操练我们的灵，将神的话里面的话发表出来，其实就是生命的活化。而这个话就是神与我们一同在这里说话，也就是启示录末了说到那灵与心腹说，在这里那灵乃是与心腹示意，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主话语的面前，让这个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灵，而我们所说出的话也能够成为灵的发表，而这样的话也才能真正摸着别人的灵。而借着他在我们里面这样的说话，这个话住在我们里面，其实也就是将神建造到我们的里面，也将我们建造到神里面。而我们这样不断的经历这个住，经历这个爱，也经历他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实际的来经历这样的合并。而这个合并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一个团体的伟大神人。我们与神不仅在存在上是一，琐事上是一，并且我们也在行动上与他是一。而在这里我们所吃的这个帐幕的中心隐藏的玛拿，它是预表基督，
是在做金冠的这个父神里面，而这个金冠呢又是在作为约柜的这个基督里面，因此这个隐藏的玛拿呀，其实就是这个预表这个合并的一个食物。我们吃这个隐藏的玛拿，就带我们进入这个伟大的神人的合并，而这个神人的合并就是为着神永远的扩大，并且为着神永远的彰显，带进基督的扩增。 Amen， 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姊妹好，我是 Pleasanton 的申弟兄。今天还在想他，这个非常感谢弟兄在话语上的劳苦，很不容易。这一篇的信息啊，非常的干，非常的硬，是干粮。这个题目呢，简单的来讲，就可以说是耶稣的德荣啊，带进神人的合并，就这个意思。耶稣的德荣带进了神人的合并。弟兄非常强调哈，这个主的仆人对一些的用词啊，在生命上的连结、性情上的调和、人位上的合并，这个不是咬文嚼字，而是非常精准的提到这个真理跟运用。生命的连结，英文用 union， 最好的例子就是讲到接枝，我们都知道，野橄榄树接到好的橄榄树上连在一起的，这是生命的连结。性情呢，弟兄用调和，英文是 mingling， 这个意思很特别。最好的例子，弟兄讲到就是素祭，素祭是细面调油，细面是好的人性，油是神的灵，神性。这个怎么调怎么调调在一起啊，油还是油，面还是面，不会产生第三性。这个弟兄讲得非常的清楚，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们，谁，我们的人性很重要，我们的人性托住了神性，也彰显了神性。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条。第三个最难的是人位的合并，弟兄用 incorporation， 这在法律上我们都知道，有两个公司，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总经理、董事长，都有，把两个公司合在一起了 ，incorporated 了，就变成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合成一了。这个的意思用俗话来讲啊，弟兄姊妹，就是谁当家做主。人位的意思就是谁当家做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两个人位哦。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神用大能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这个里面的人，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是以灵为主，魂与体是一个器官。外面的人很清楚，是以魂为主，身体为器官。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人是以里面的人当家，还是外面的人当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弟兄一直整篇信息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合并，合并，合并，就是谁当家做主，谁当家做主。这一点德荣的路啊，带进神人的合并必须是一个德荣的路。德荣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信息讲得很清楚，就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是德荣的路，意思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经历德荣与合并的这个实际是什么呢？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观点，顺从神里面的感觉。一个基督徒非常宝贵的呀，我们说神的话，我们要读神的话，其实不光是读外面的话，我们自己的心思啊，要常常思想主的话。英文叫 musing， 就思想主的话，多给自己听。为什么呢？让我们这个人里面的人啊，有神的感觉。基督徒最宝贵的呀，就是我们有神的话，里面有神的感觉。
这在生活里面基督徒一定要看重这个。最怕的就是我们没有感觉了，没有神的感觉，都是我的，我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个复活总是魂在先的哦。这个灵前十五章里面讲到，首先的人亚当成了什么？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然后保罗再讲，不是属灵的在先，而是属魂的在先。所以弟兄姊妹，你我的生活呀，基本上我们都要有一个感觉跟敏锐，我们都是活在我的感觉里面。一定要操练灵，有主的话，能够有主的感觉，能够顺从主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死而复活得荣的路。我们顺从了，弟兄姊妹，在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神人合并，就是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当家做主。讲两个例子好了，聚会明天早上主日聚会，我们都知道各地都是十点钟聚会，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问问看，我们看一看有多少人十点钟准时到的，甚至于在十点钟以前到的。在主的恢复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现象，非常少人。但是你要是摸摸主的感觉，我们不但要准时到，我们甚至要早到，准备我们这一个人能够纪念主，能够为主说话。你明天早上起来祷告祷告主，摸摸主的感觉，然后再去聚会，我相信你会找到，弟兄们，你会找到。这完全是一个爱主心的问题。我们上学送小孩上学不会迟到，小孩补习不会迟到，甚至于外邦人看电影都不会迟到。但是只有主的恢复里面，我们的主日聚会基本上是人人迟到，没有主的感觉。家庭生活里面，夫妻吵架吵几十年，开始有了诚心的生活以后，有主的感觉以后，我们再吵架，里面就有一个 不平安的感觉。要重视这个不平安的感觉，主在我们里面就当家做主了，弟兄们。所以这一篇的信息，主耶稣的得荣就是经过他的死而复活，带下了我们神人的合并，就是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当家做主。我想这是这一篇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家庭生活里面非常好操练的路。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得荣，好不好？都能够经历得荣，就是放下我的感觉，顺从神的感觉。阿门。神就在我们身上当家做主了，感谢主。阿门。阿门。真是啊，真是啊，感谢主。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感谢主。阿门。阿门。